杰老师，你真的没听到啊？怎样了？南光已经涨23块了耶，还不止于此，我们的玉兔二号今天也涨停了，看节目。欢迎投资朋友来到股市最前线节目当中，你邀请到的是领先趋势掌握未来华冠投顾高敏章高老师，David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全国的投资大家好，我是David高敏章，今天来到了4月18号星期二了，看到盘拉回超过百点闷欢乐，指数不用看了、啊。放两旁，我讲过很多次了，标股摆中间。来，我们的玉兔，恭喜全国好朋友们！上周五请你买的玉兔二号，先买先赚之后，昨天大涨，今天再来一根，再来一根，直接送你涨停板，直接送你涨停板。好，我们来公布一下啦，我们先从玉兔一号讲起，好玩，好玩，这个故事蛮好玩的，蛮长的。那我们的玉兔专案这个标股列车，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就最后一天啦，好不好？一号南光已经涨了20几块了，最后一天，二号也已经涨停了，应该不用再推了。我们今天最后一天，好不好？好的，好的。首先，我们在3月29号，请大家买进了一档4月份会飙的新标股。是的，我们在那天星期五嘛，对，节目上呢跟大家分享说、啊，这股票啊，大概有3个月没涨过了。整理完的第一根啊，是3月29，我们那天早上买的。1752的南光，大家有图有可以去对一下哈、哦，手机拿起来打1752的南光。嗯，3月29那根是。哎，老师，早上你买破线。是啊。整理3个月，啊，你前面都不买，为什么突然买这支？对啊。啊，买完之后，哎，老师没涨停啊，对不对？上去又下来，下来又上去。嗯。啊，怎么突然？到今天已经20几块了。哎、欸，马吉的咪，对，马吉的咪啊，博都后啊，就20几块了、啊。哎、欸，好可怕哦！哎、欸，40%的涨幅哦，40%了，是40%、哦。一期不是难怪我们已经赚40%了。我的老天爷、啊，23块钱了、啊，到昨天为止23喽。是的，今天的高点我没算喽。今天高点83啦、啊，昨天在80.3。今天是再创高的表现、哦，今天再创新高哦，背着沙空。今天台北股市跌100点哦，是啊，老师啊，你股票创新高还没杀回来，这有变态。摩天梁，另外一档更变态。哎、欸，等等，更正，另外一档没有变态，我们已经先买好了。而且我礼拜五跟你讲，另外一档上星期五4月14，对 ，David 有没有讲玉兔二号是也是底部起涨第一根？乌啦！来，全国所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朋友，或者长期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嗯，看上星期五的重播，好，我在节目上秀的 K 线跟刚刚的画面上一模一样。是哦，不是那个江波图，江波图吗？一模一样啊，大家可以去对啊。来，就我今天给大家的那张吗？好哦，这一张。对啊，我们4月14节目上不是秀出这张吗？是啊，我不是说玉兔二号底部起涨第一根，对的。你买了42块啊，嗯，今天51点多了、啊，是的，涨停板51.314太阳玉兔二号，恭喜各位朋友们，2314太阳玉兔二号、嗯、连三红，再加上今天亮灯涨停。从42变51.1、欸、上礼拜我们才说它底部起涨第一根涨了7个百分点，对啊，昨天5个百分点啊，今天再来一个涨停啊，天哪、欸、这样7+5+10是多少，7+5+10、欸、有哦有哦、可以了可以了、欸、3天20几，没卖的，对不对？虽然太阳的基本面真的蛮烂的，它真的等一下，台阳没怎么赚钱哦。它基本面蛮烂，而且它线形图也不是这么好看啊。没有，现在好看哦。哦，对了，现在好看啦。上星期五不好，上星期五之前不好看。对，上星期五之前不好看。来，全国观众、全国投资朋友们，您看一下2314的太阳。是 David 上星期五早上买吗？嗯，星期五之前，4月14号之前的线形是什么？拜，是创了3个月来的新低价。哦。老师，他这个真的卖到5寸呢。对啊，这个跟那个南光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不及，南光也是。哎、欸，为什么我买完之后就好了？啊、对呀、啊，老师你进场之后他就好了耶。对啊，他就是不是很好玩？好了，不急哈、哦、，David 还有。阿克，我心呢？因为我今天要把一些老股票卖掉了啦，所以我一定会有新的。你看手上有。资金的，所以玉兔专案一路赚到中秋，我们今天最后一天，我真的啊，一号、二号都已经涨停了，不然怎么办 ？Last 了哈，熊猫鸡缸了，我们的玉兔专案活动，熊猫鸡缸啊，不啦不啦哈，卖个扯瓜，我们明天再来买新鲜的，好，所以呢，今天哎、欸，老师你卖了哪些的？我卖了啊，不是跟你讲节能储能可以卖吗？对对对啊，然后我上面还在涨哎、欸。
神文能涨就给他涨，就随性的获利了结嘛，想卖就卖，存赚真差二三十块了，你就轻松卖嘛。是的，是的，对啊。就像你问我说了，今天你还会想买华城吗？不会啊，不会啊，一样的意思嘛，你就获利了结就对了。哦好哦，好哦，好哦，所以亲爱的朋友来，欢迎手上股票呢，陆续的把一些的涨涨多了吧，涨到你觉得已经有点厌烦了，居然还可以到厌烦这两个字、啊？不是啊，你随随便便华城都也超过三成四成了，对，没错，对不对？深温能也差不多这个数字啊，刚刚南光也是啊，你想卖就随便卖嘛，都已经40%了。好，想卖就卖，随随便。你已经赚那么多了，才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的时间，四月才过一半，你就已经40%了，可以卖了吧？可以啦。可以对不对？我问大家嘛，你半个月才就已经股票已经涨了四成了，嗯哼，可以卖吧？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像今天这样拉回，我要给吗？那我要给。但是你想卖就卖了啊？不是，我还是要很，我们讲全国观众朋友们，包括我的会员一样哦，每天都有人说老师创新高要不要卖？对呀、啊，讲句实在，创新高为什么要卖？可是如果你真的心里受不了，说我觉得涨太多了，觉得抱着很恶心、嗯，我觉得涨四成我心脏负荷不了的，你可以就卖掉嘛？你可以卖吗？就像之前创意一样啊，我不是说你一千块在卖、嗯，很多人900块就卖掉了啊。我说我做了1000块在卖啊，很多人还是一千块不到就卖掉了，可以吗？你至少把那几百块赚起来嘛。是，那你按照我扣去，你就卖在接近1200嘛。对，没错。你看，要按照老师的 tempo 来走啊，不要自己吓自己。全自己 no， 即便是会员也不会100%按照我的讯息走。哇哇哇哇哇！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对，没错，这很正常。是，那我先讲哦。我说不能碰的股票千万不要碰、欸、对对对对，像是杀伤力很强、哦、上个星期五吧，对，有投资人问我一档股票，这档股票当时真的很夯哎、欸，东哥游艇，哎呀，8478，今天是 David 跟平化在另外一个节目上就留言问我嘛，嗯，东哥游艇老师怎么看？对啊、这档真的很猛，这个节目都有存档哦，是上星期五哦，我跟平化的节目上什么？我忘记了股市热度榜，对对对，热度榜，就有人问我说那个东哥游艇，对呀，有人在问，那我就说东哥，我就写了一句嘛，利多已经完了，嗯，利多已经用完了是什么意思？就接下来回档，今天星期二，对，星期二，东哥直接跌停，没错，今天是哎，拿我们集团台啊，因为你听完节目，礼拜一卖更好，对啦，你真的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卖，礼拜一还是红 K 哦，有。嗯有，其实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啦。即便是今天还在创高的表现，但是你真的，我给大家一个参考的逻辑啊、哦。首先，东哥在去年到今年涨非常非常多，没错。那什么时候好卖？利多的时候好卖嘛？哎、嗯欸，对。那当他放利多之后，股价开始不动，然后时间要来到持续来到四月份，他的逻辑不是跟创意一样吗？哎、欸，啊，放利多的涨不动，你不卖？利多不涨啊，股价已经涨不到几倍，你涨利多放利多，你还不卖？没错。是给你卖人家放利多，给你打招呼，怕酒喝，给你讲，哎呦，来造哦，啊，你够看不？嗯，这很明显吧？嗯，就像创意一样啊。哎、嗯欸，老师，你问328卖掉？是啊，市场有利多，股价往后回档，你不卖？卖，对不对？大杯摩卡说好，那我就觉得不好啦。感谢大杯摩卡。哎、欸，大杯摩卡说的是事情好，他没说创意好。哦，他说事情好，我说懂了，那。还是卖吧先卖再说嘛，对不对？先赚进口袋，所以我才跟你说外资的报告其实很有趣啊。嗯，好了，玉兔专案是熊未及刚，最后一天了，恭喜所有好朋友们，跟上的朋友们，玉兔1号、2号哦，都已经喷到不要不要的了。对，我们这礼拜再来锁定3号吧。新的股票哈，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说您先前有赚到我们的一号、二号，你有跟单的好朋友，接下来铁定有赚到，是只是你有没有买的像我那么便宜而已，有点难。老师，你买进之后，他真的没有低点、啊，没有什么低点可以买了耶。所以这很正常吧？哎、欸，想要越赚越多，好朋友们，来玉兔专案的活动，我们目前只推到第二号而已哦。接下来3号、4号有啊，我现在把钱准备好，我要买3号。哎、欸，对哦，我们现在已经摩拳擦掌，要接下来要买进的新股票，有兴趣的好朋友，把握我们的玉兔专案，让你轻松跟上 David 老师一路大赚狂赚到中秋节。来，直接电话拨通，活动最后一天喽，广时间留给大家。好的，聊着聊着，嗯，四星已经跌5%了。哎、欸，你要不要存档？四星跌5%，来看一下。哎呀呀，好，我来存。你存，你慢慢来不及。天哪！感谢大杯摩卡，
你看好的、欸、我真的觉得不太好。他我上次我跟你讲他创高说老师创、哦、高呢，我说你慢慢看他后面会做头，真的像不像了，有开始像了对不对，有有有、欸、我跟你讲的那一天是世新最高的那一天，我说世新接下来会做头哦，嗯，老师你公开没啊，你卖一千三你家还创新高，嗯哼，我有很多股票哦，我们要不怎么在最高点，要不怎么在相对高点，我讲完之后通常都没多久他就挂掉，不然我不会被台北股市很多的投资朋友戏称为不是妖股大师是都是笨，真的都是笨，就是好啦，而且不是就是准确度不错啦，好不好，我们讲的比较文雅一点，那那个什么99.999纯金，不啦不啦不不不不，大概97%，不然再高了，再有真的就是87%，对，就是八七，对，你说97%，那我知道七七七。好了 ，Anyway， 东哥也这样嘛？对呀、啊，就提醒过各位，有有早就提醒了，嗯，四星也这样嘛？是的。好啦，那老朋友创意嘞？创意呢？雷老师现在还在传、欸，真的。上不去，上不去啊！即便是他现在一千、嗯，所以我们要像在混台上那句话，一直唱歌给你们听，你都要听得懂我的暗示啊！嗯，那首歌五月天那首什么？我跟你雄和的高家，对，你看3月28号就唱歌跟你们讲过了，那个细致才可以的啦，可以了啦。哎、啊，我们看那个战况比较惨烈的，战况比较8227具有可，他真的蛮惨烈的。你要喂，我的老天啊，倒地不起啊！对呀、啊，你看这个形状真的。真的不太行、哦、真的不太行的感觉。哦、對對對，那自己看着办。如果你210、220卖的朋友，帮、嗯、我们按个赞啊、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哈。今天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哈。对了，对对对，最后一天、哦、final call 喽。玉兔专案活动，我们想、欸、我先讲哦，这盘没涨完哦，所以不能买的股票真的不能买哦。欸、不能碰，但有新的你不用担心。哎、欸，是好，有些的股票你真的不要碰，即便是它涨得很妖，你也不要去碰。涨完了嘛，涨多了就结束了嘛，哦、就 let it go 了嘛，哈，就。就高歌离席嘛，对呀、啊，要养成那个好习惯、嗯，一定要，一定要有新的、啊，好，有新的，我们一直有新的。我们那时候没有卖掉创意四星，哪来的钱？怎么会有南光呢？对呀、啊，我不是跟你讲很清楚，我卖掉一张创意可以买多少张南光？老师，你今天还卖了它？哦，大中控，大中控已经50%了，可以了啦，可以了。恭喜会员朋友们，大中控今天早上卖掉了，已经获利大概50%左右了，也不错。你买40、41、42的嘛？对，对啊，大概接近50%了。四字头涨了5字头，飙到了6字头，可以的啦。是呢哈，也不是说它一定涨完啦，只是觉得这个哈涨多了也没什么好啊，因为这是金兔系列的，我们都要做玉兔了。我们要做玉兔了，上亿了，上亿了。好的，所以我们手上又有。对，我所以我又有钱了，对，我又可以买新的了，又有钱钱可以买新的了，可以，我又有钱钱快快可以买新股票了，是的，是的，哎呀，创意又杀下去了，快破底啦！哎呦，本节目还继续录吗，老师？哎，我会不会聊着聊着破一千了、啊？我觉得好不好有可能、哦，我觉得这可能性很高呢。别话，你杀伤力那么强，哪有？你不是都是奔97分吗？99分。你听我说了，老师99.99没有97而已。对对对，没有那么强，没有。但感觉真的，哎，不会啦，这大家吃亏吃亏嘛、嗯。那股票不小心 burn 一个涨停，是的 ，burn 个涨停，这不就很好玩吗？我说会跌的，真的跌停，跌了。我买完的真的会涨停，真的涨了耶，很。这真的是太邪门了，这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天分、啊，有过人的这个眼力，眼力也都已经。度数这么深还有过人，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老师配合的时候、嗯、老师你记不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代班，对啊代班啊，然后我说老师也有像什么千里眼顺风耳的那种能力，哦有啊，就是之前我们聊过就偷看同学答案那种、啊、真的很，其实我不用偷看人家的，是人家会偷看我的，就是嘛，所以你买了之后杀伤力很强啊，你看，哎呦等一下来了，我跟你讲我买完之后涨停怎么会是杀伤力强，我说卖的、就是、有志一同、哦、卖掉之后，然后更正，我卖掉那天也没跌停哦。但你看这样，他给大家这么多机会慢慢卖，老师，那他不是？哎、欸，有有有，我卖完3月28号聚友科，3月31号，三月的最后一天星期五，他有涨停，他有涨停板，而且那时候不是有做活动？嗯，我们在 Light 做活动，嗯嗯，有人说他追高了，看了别人节目追高，我说你。金价哦，别乱来！我希望他星期五涨停给你卖。果然，就星期五涨停，你真的有听我的话就卖掉了。有有有有有，好，买了之后，黑狼那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啦。
我讲过很多次，世新涨停跌停，创意涨停跌停都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手上是台阳跟南光。是的哦，获利 IG、欸、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好哦，台阳大涨、哦、通常建汉会涨3062，我先讲哦，我没有买建汉哦。那你为什么？我这一次只买一档而已，叫台阳。对啊，台阳看隔壁同学建汉反而没买，建汉今天有涨啊，就没有很强而已啊。哦，嗯，我们台阳是涨停诶，台阳已经涨三天了，三根大红棒，是的，连三红加今天涨停板。因为哈，台阳的线型洗得比较漂亮，洗到贼贼啦，洗得比较干净，现在够建汉就没有了。哦，嗯。那是羚羊，你打哪里去了？我对不起，我 key 错了。我说怎么会有字那么奇怪？对 ，key 错 key 错，来来来，现在就请 key 哦。你不觉得，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上星期五去买台阳刚刚好吗？是不是显得很漂亮？哦、破线了？不是破线的问题，你们都会觉得，哎、欸，破线就可以买错。嗯，破线可以买，那万一一路破了？哦，是吼，掉货，好掉货。好了，不要猜，反正你们猜不到的。没那么单纯呐、啊，我很单纯，但是你们想的太复杂，尤其是品化真的想的太复杂。没有，按照老师的逻辑，老师认为的是单纯，但我们要有非常邪恶的方式去。但我就是很简单啊，我发现星期五早上有人买，我就进场而已、啊嗯。就是跟当时的创意是一样的。是啊，我只是确定有人买，我就进场而已、啊。哦，至于怎么确定的啊，那就所以他们没有进去这档，不是他们。你不能，他们你是指特定， 但我不知道那是谁，所以没有，所以我没有他们这件事。这里面没有，不是没有，而是他比较弱。哦，好的，就干单的斗笠嘛，或猛笠嘛。你今天见他拉上去，你能够拉多远？但是你看糖一拉就直接放高完了。嗯，你有打错号码？哎、欸，真的耶！你到底有多喜欢脸羊啊？2314，哎，我怎么一直在 K3014 啦？好讨厌哦，对不起。你到底有多喜欢羚羊？没有，你是打股东哦，没有。你别规定，你讲我没啦，我怎么被嫌我没啦？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对这张股票也特别有啊，哎、欸，那种不干我的事，自己问他。我没啦，他是不是一穿高就穿高了？就是把全国的、就是、差异性在这里。哦，我刚差点说打零玩物，不是啊？我想说你一直重复的 key 到同一档股票，你应该对他非常的有意见了。就是很顺，就这样子，都是左手，都是我的左手。我老公，我选公，你应该对他很熟，才会一直 key 同一档股票。没有，完完全全是手的问题好不好？没有，你这个绝对有问题，我真的不单纯，这才不单纯。明明就是很单纯，就是手 key 错了，这么 key 错一次是正常的，一直 key 错就有问题。我大概 key 错三次以上。好了好了，那记得哦，涨多的股票像深威能啦、华城中心电啦、飞鸿啦，记得哦，自己脚底抹油哦，不要。股票就是这样哦，你要像跟 David 一样，就是那种还没起涨，其实刚起涨一开始就买好了，是你不要一大段都才追，你这很容易套牢，逻辑都是这样，没错。好，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抓资金的流向，要买什么族群、什么个股，也欢迎你把握今天最后一天的玉兔专案，让你一路跟着 David 老师大赚黄金。我先讲啊，这行情会再嘎空一段哦，所以不用太担心了。哎、是哦，因为以目前来看，我问大家嘛，今天是跌100点没错，对呀。好的，老师，南光是生技股，没跌，合理，对不对？神威能是节能储能创新高，合理。飞鸿2457节能储能创新高，合理。那怎么知道盘还没涨完？对呀、啊，怎么知道？很简单一个逻辑嘛。啊，利率会议还没开，你急什么？就是嘛，你看对啊，为什么大家老是喜欢看着指数做股票嘞？是，今天指数涨，哎呦，万六站上，对不对？万里无云，无云，对不对？今天站不上嘞。啊，如果过两天又站上嘞，哎、欸，那不就是左边打打，右边打打？我差点讲，啊，如果又站上，啊，如果盘中站上，尾盘站不上嘞？装下午。对嘛，盘中录节目哦，站上了万里无云，收盘叉叉叉了，对不对？对，呼呼啊顶了，哎，好了，刚刚讲的不算。对，有的就是这样啊。刚刚讲什么吗？洗掉，不要脸，low， 好了。所以我们的节目盘中录、
是的，一刀不剪，没错。有看过我们节目知道，一镜到底，真的是一镜到底，顶多。我骂脏话的时候被逼掉了，对，会被逼掉，被频道把我逼掉。有时候真的很走心，老师就会，我有时候没有意识到就讲出来了。对，我说啊，录完就像比方说，有时候突然啊就出来了。我说老师你走心了，好。比方说那个拉尾盘说，我说啊什么啊就再拉上去。对，然后就赶快写时间，几分几秒、啊。对，等一下要逼掉用的。所以老师你不要太走心了，这样我没有走心，我只是脱口而出而已。太入戏了，你看看。擦汗擦汗。好了，希望大家可以用轻松的心情迎接美妙的行情。有的有的，还没讲完哈，所以讲完那天我会跟你讲啦，我会带我的新朋友出来。我们的雅雅同学，我们已经 stand by 好了，就等那一天到了。时间还没到，时间还没到哈、哦，莫急莫慌，还没轮到你哦，雅雅。莫急莫慌哈。哎、哦，第二好，所以在这段期间呢，勇敢放心的放手去赚，先把好赚的赚走啊、欸！真的，你先动个涨停之后，你就觉得哎，其实也没有很难，对，也没有对嘛。了解了好了好了，那录下一段，下一段哦，把我们的玉兔赚了喽哈，全部几高，全部几高哈，一路赚到中秋哦，是的，是的。来喽，第二段喽。这一档你错过，又明年见了，因为明年不一定会有。欸、真的，明年真的不太会。我很少会推长天期。老师真的是对，真的还是还蛮长的，今年又特别长。对，对不对？因为今年中秋节比较后面。是的哈，来第二段喽。欢迎您持续回到股市最前线的节目，电话拨通了没？今天我们的玉兔专案活动是最后一天了，来电做把握 final call 了哈。今天我们的玉兔。二号、亮灯涨停板，对，连三红，看到我们标题，连三红。观众朋友们，台阳够便宜吧？便宜啊！上星期五买才42块，是啊，够便宜吧？便宜，有没有量？短短三天时间，有啊，随便都1万张，有的。嗯，对，所以不要跟我说老师我资金大，这不是问题。今天你买多张，你礼拜五就要买好，就不是问题。对，今天就不用追了啊。是的，今天是等着数钞票了。今天就只看 David 发过讯，哦，恭喜涨停，是啊，嗯，剩下的。啊，我反正我买42块嘛，哎，飞要飞多远飞多远，反正老师 David 说要卖再卖就好了。对啊，听从老师的扣讯内容。三天而已啊，撒缸三个红棒，第一天7%啊，四月十四号、星期五7%，昨天5%啊有，今天哎、好像9点几吧，忘记10%了，10%，反正不能再多了，两成多。你会发现这个量滚量，哇，这技术线型碎。站上所有均线，很多人又在讲。上星期四，你会觉得礼拜五的会的二三四太阳可以买吗？不行。技术分析，阿力马奇看站上去才会讲、啊。不好意思哦，我礼拜五早上买的哦。谁在你先第一个买好了？我买的时候根本没站上去、哦，没有哎、欸。我那天就在算一个东西，我怎么算的？我讲给大家听。首先我们发现了升达克已经来了。嗯。然后我再回去看看台阳跟建汉同一组的嘛，建汉觉得这筹码烂，跳过，我就看一看台阳，然后我就礼拜五早上就看到，哎，10点钟那个量对的，我就10点钟我就哎叫了客户会员朋友来这回来玉兔二号就直接敲进去了，来10点钟的量在这儿，就第没有那边、对，左边那个、啊，在这个地方10点钟的量是对的，10点钟的量是对的，你看我那张图，你这个图哦，我这图不好，我的量才是对的，有啦有啦，这个量比较清楚，你那个图的问题是比较清楚明白啦哈，对啊，这个量就对咯，我故意截给大家看的，没发现吗？这量是对的哦，我4月14号上星期五，我不是故意截台阳图给大家看吗？我说玉兔二号底部起涨第一根，十点钟那个量是对的，赶快进场啊，给买好啊，所以今天涨停。刚好突破年年，不意外。好，那老师，你接下来要买新的，是不是代表你有卖了一些股票？哎、有啊，我们刚刚不讲过了，你没有在节目当中讲，那就算了，没关系，没关系，那就算了吗？我自己知道就好了，秀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我们不讲哈，赶快订阅我们的 YT 频道。好，就这档卖了之后，有一档股票我今天早上卖了啦，因为大概这一波已经50%了啦。哎呦，37XX嘛，什么控那个啦、是是是，控吧控控系列的。控吧控控那一只还发来什么系列的？你是我们老粉丝才知道啊。你知道你就反正我就卖了嘛。哎、欸，我先讲，我卖了不代表它涨完了，只是觉得有点腻了。50%可以的啦，就喜新厌旧嘛。去不是我总是要弄点钱买新的，不然没有钱买玉兔三号，不然我明天把南光卖卖好了，我就可以有钱买玉兔三号了。哎、欸，老师给你一个很正确的观念，有买有卖才是真货。不是你不能一直增加持股啊，不行不行，对不对？我们当然是涨多了，对，差不多了，觉得这个名字看腻了，这个涨幅不喜欢，太恶心了。想不想来一个锤子从老师后面这样打下去？真的吗？看腻
耶。哎、欸，我先讲、哦、我先讲，不是我，不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我们的客户讲的，真假？老师，你那个创意我都做了半年了，可以卖了吧？哎、欸，你看试试看你了。你们，你从10月27号做到3月28号、嗯、去年10月27号空单回补创意，是反正所说又买创 意，当下你就觉得还是创意，到一直做到今年的3月28我才卖，腻不腻啊、欸、这是很 long term， 你看这真的还蛮腻的，那腻不腻？还蛮。那我问你，大众共同40块爆到今天60块、哦、也三个月了，腻不腻？也腻了啦。如果说这样子每天都吃一个，对啊，每天让你吃咖喱饭会不会腻？会啊，不用每天，你从早餐吃到晚餐就腻了，总要换点口味嘛，对不对？对嘛，股票也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投资朋友，你的看法，你的建议，我是觉得很认同啦。对啊，不要老是做同一档股票。是哦，重点是资金有限，持股当然也要有些控制了哈，有买有卖。昨天不是就你们叫你们开始卖股票，有就卖股票。今天早上再把那个37XX什么风的卖掉嘛？哎，丢丢丢！会有朋友扣讯都有，你今天有看到新的哦。所以，因为我总我挤出来变新的呀。没有那爱，对不对？观众朋友们，会有朋友们，是不是？是老师，不要再跟我讲那什么空的了，很恶心啊！空吧空，丢啦！先来管空吧，空吧本压压惊。嘿，空吧本压压惊哈。所以也就是说，会员好朋友手上满手现金。接下来买新的、欸、你知道那个南部有空霸本啊，空霸本对啊，低呢。然后北部其实都是低咖，哎丢，猪脚饭比较多。对对对对对对，我就很喜欢吃那个四平街那个。哦，对，有一家我觉得那家好好吃。哎，说到吃，老师是，但我不排队的，所以是我老婆去排。老师是老饕哎，对，不排队。有些的东西他很坚持，一定要某个店。没有到很坚持啦，是买不到就不吃而已啊。买不到不吃，哎、欸，能够入老师的那个，不是那家真的好吃啊，就一定是有一定的，因为它好玩哦。那一家应该大家知道吧？台北市的四平街有一家那个迪卡崩嘛，迪卡崩，它就是下午两点多，大概只有前提，前提、哦、就是猪脚的前提，哦，前提，然后晚一点才会有中段哦，跟后面那个多那个腿裤肉多的地方、哦。那我喜欢中段，对，所以要晚点去，四五点多才有。四五点才有，嗯，中段，好好好好，我老婆爱吃中段，中段，对，我不太爱啃那个脚，不提都骨头，中段才好吃啊，嗯、提没有什么肉、啊，对啊，中段那个哇，哦，我们岔题了，不好意思，中午时间讲这个。刚丢，饿啊！好了，玉兔专卖一路赚到中秋哈。那不管你喜欢那个前段、中段还是后段哦，对对，会涨停的就是好股票啊。是的，是的，好，带你赚最好吃的那一段哦。所以不要问我老师为什么二三一四才会涨停哦，因为你礼拜五你买好了，你礼拜五早上十点多就买好了，你早就先买好了啦，没错、哦。不要再问我二三一四才阳的问题了，老师没有基本面啊？对啊，没有，他没有，真的没有。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上星期五早上那个买盘是没有涨、没有买过的股票？是啊，没有涨过的股票，没有涨过的、哦。我说他整理那么久的第一根起涨，玉兔绕底部起涨，第一根涨到十点多一点点进场的这个时间点，那个买点，我那时候暗示过，那绝对是超绝佳买点，他就跟那时候买的那个南光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好啦，我这两天帮各位再弄一档来玩玩，好不好？不能太贵的、哦。欸、台阳四十几块买得起吧？可以了，可以。南光五十七块，对，可以买得起吧？可以。对，不能每次要求说要降低价的啊，还蛮不错的哈、啊。我们也是尽量的啊。来，大资金可以买多一点。大资金，反正我会尽量选择成交量够，让人家多买几张。哎、欸，有量有价的股票。然后，我看啦，应该明后天应该会有一些股票会涨停了吧？哇哇哇！虽然今天跌100点了、啊，但这个盘完全没有什么大问题啊。虽然今天盘拉回超过100点，没问题，没有问题啊。嗯，涨多了不要追就好了，好，基本上没问题啊。好，所以老师其实这两天的节目当中不断的提醒大家哈，在升息前这个盘的 main core， 其实你如果硬要讲加权指数哦，我们剩一点点时间了，好好好，你不要那么期待它一定要过万六，对对对。他就是在万六前震一下，嗯，就是退快到了又退回来，快到了又退回来，就是那个态度，进一请退二，对，就是那种跳个蹦恰恰那种感觉，对，这种就是标准的。那他真的过了，你反而才需要开始想想，哎、欸，什么时候要全部卖光？是他没过之前，你反而不用担心。还没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我就像嘛，一个礼拜前
3661四星创新高嘛。嗯哼 ，David 在那天，你看最高点那天，我不是讲创新高、哦？你随便卖哦，你卖的都比我卖的高，我才卖1300而已、哦。是那天1380对不对？1385。对啊，我说你随便卖比较高，我说接下来他会做头，你信不信？果然，今天回来一看，老师做头了。哇、wow, ，你看这才叫高手，这才是功力。我是在最高点那天，我说这个接下来会做头。是的，好，我们是完全事先来做预告哦。有啊，我们节目都有录影存档、哦，有哦，都有事先来做预告，您都有充足的时间这个卖，可以甚至买好买满，捡便宜也有充足的时间啊、哦。当然，当然，当然。所以，亲爱的朋友，好，神操作。神预言，连预言东哥都可以今天跌停，你看。哎、欸，这样，我们只是上星期五刚好有投资朋友问我，我说、啊、东哥涨完了，利多出尽了、啊，记得要跑。结果今天跌停，不告老师，不告老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手上有资金喽，要买什么玉兔专案活动？有兴趣的好朋友把握活动，最后一天轻松跟上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 David 老师来到节目当中。OK， 谢谢平话，谢谢全国好朋友们，玉兔专案熊未吉刚，欢迎你跟上 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喽，拜。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